永远都不爱回去，这要哪会用的啦？咱若不知影四少爷人伫咧倒位，是要去倒位啊找伊？不管伊伫天边海角，我一定要找伊才对。我宁愿五四点外头，也要坚守妇女的贞节。啊，那安尼，咱永远是要安怎？阿弥陀。欢迎施主光临。师父啊，阮是外乡来的啦，阮下暗想讲要住几庙，甲恁借住一暗。施主，恁若无小气言，我当然是真欢迎，请。多谢师父。我唔知，我亲像伫迄桌仔捌看过。佛祖，祈求佛祖你替我伸冤。自从我离开六家了后，唔敢倒转去我的厝内面，更加唔敢嫁任何人。今日六万过，我再派人来念我，只有祈求佛祖。你就保庇你愿月，早日查明就这个青红作病，免得是我早晚不安。不做。小娇，我已经叫袂起了。小姐，即卖已经好稳安嘞，啊无安尼啦。恁今晚吼，住这个庙，甲伊借住一下，我来去找师傅吼。小娇，唔通安尼麻烦人。我想，踮咧遮凊彩休困一下就好。天念伊着光啊，咱着搁赶路啊。小姐，咱来烧香。好，我来点香吼。身体安康，予我爹亲早日介绍心头的份哦。阿妈的宝贝哦，予阮较早找着四灵柜，啊，若无哦，阮小姐会着。
手。等下，走啦！你是要去倒啦？你总是帮我做好嘛。你袂晓走啦！你若搁走，你分明是要逼阮小姐死嘛。啊？逼恁小姐死？我袂明白你到底讲的这个意思。你还知影呢？那阮小姐为着你，已经叫阮冤枉赶出来啊。为着我，我是害安怎样呢？我不害啊！坐在彼领珠宝椅，引起阮定亲心怀呀意，五花金花是一个是千里。出门无所依，我以为报伊是天将啊，原来大好是有出生，人贵为人，心断情，有我为差太不。事会闹到这么正大，不敢那安尼尔尔呢。阮冤家又搁要杀死阮小姐，若毋是安林，伊想办法偷偷放阮走，恐惊阮小姐已经无性命啊。小菊，可是这件代志我都唔知影。事到如今哦，你袂用替啊啦，你爱负责任。啊？我要有责任？是啊。四少爷呢？人在倒位？行，我找你来看，紧嘞！这个代志拢总是我唔好，出来连累着小姐。我向小姐你道歉。什么呀？你想讲画一个死的落英了是毋？小娇，画死的袂用，无你是要叫我安怎呢？以后阮小姐终身都要我靠你啊！这我唔敢，我唔敢。是安怎？敢讲你伫欺负阮小姐？小娇我，阿弥陀。师父，四公主，柳姑娘，恁拄只一只所讲的话，我全部有听到。换我来讲一句良心话吼。代志到这来啊吼，恁应该就要将差就错，莫非这是三生有幸，皇天的注定啊？一无哪有这么巧合的道理？事也唔过我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这桩婚事哦，那阮阿玲已经答应啊，这摆就是阮阿玲，伊叫阮爱来找你的呢。今晚就来请菩萨来给恁做媒人。今日咱住在菩萨的面头前拜一个位定，安尼就可以了。这，哎呀，莫搁伫遐坐到遐啦！即马人师父咧做功德，啊，搁有菩萨咧做媒人，你这时阵答应，是要搁等到什么时阵？
两个徛伫遮咧创啥？你去破坏人的意思，小姐，你好好去，你放手，我去干。你放去，小姐。